第二十二题，亲自在结冰的湖面上骑单车，突然单车发生故障，且脚下的冰层即将破裂，此时他该采取什么应变方式最能够避免冰层破裂？要避免冰层破裂，我们就要减少对于冰层所施加的力量或者是压力，因此大步向岸边奔跑是错的，因为会增加力量。那么用力向岸边跳当然也是错的，因为也会增加力量。改成单脚向跳岸边跳跃前进，变成单脚会增加压力，这样会使冰层更容易破裂，所以也是错的。就地趴在冰面上是对的，因为趴在冰面上面积增加，压力会减小。慢慢的向岸边移动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慢慢的移动会减少我们对冰层的施力。所以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，此时他该采取什么应变方式最能够避免冰层破裂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就地趴在冰面上，慢慢地向岸边移动。